晚风吹着风铺晚安，白杨树沙滩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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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虽然已经喝过全联特浓豆浆了，但是还是可以一直喝其他口味的特浓豆浆哦。豆乳、豆花、豆腐，不同口味的。吃瓜子卖完了。这是巧克力口味的特浓豆浆，那我现在已经买到了。常常吃巧克力的话，或许没有好处哦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让我告诉你其中的道理吧。你看它的成分上面是水，然后豆浆、可可粉、蔗糖，它没有牛奶的成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纯素的产品，它就不是巧克力牛奶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买巧克力豆浆的原因哦。成为一个素食者，要怎么能够不放弃自己心爱的食物，是一门学问。看到这样的影片，你会不会认为说成为一个素食者实在是太美妙了呢？没错，这就是姐姐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呀。拜拜。